原标题我要和你在一起热播。王渊慧柴碧云成好闺蜜，由林继东执导，沈陶然编剧，柴碧云、孙少龙、王渊慧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我要和你在一起》，已于5月18日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火热开播。该剧讲述了年轻人关于追梦和理想的励志故事。王渊慧饰演徐思雨，在剧中与柴碧玉饰演的林美雅友谊深厚，并给予林美雅无微不至的关照。演员王渊慧，我要和你在一起登江苏卫视黄金档。我要和你在一起是王渊慧首部播出的都市情感剧，曾在独步天下中饰演的哲哲皇后娴静，温婉的个人气质让观众印象深刻。此次出演由林继东执导、黄磊监制的电视剧《我要和你在一起》，一经播出便获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。王渊慧，《我要和你在一起》剧中，王渊慧饰演国内著名投资人徐洪山的爱女徐思雨，与林美雅在法国相识相知，并结下深厚友谊。在得知林美雅情感道路受挫时，第一时间赶回国陪在林美雅身边，共同进退，让网友不禁羡慕他们友谊情深，清新淡雅，潜力十足。演员王渊慧以其清新淡雅、舒服明朗、可爱温暖的个人气质让不少观众喜爱有加，其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。王渊慧表示自己会继续耐心磨砺演技，更加舒服自然地演绎出不同的角色。王渊慧是徐思雨，电视剧《我要和你在一起》正在江苏卫视火热播出中。据悉，由王渊慧参演的《爱情的开关》《前客》等电视剧作品也即将与大家见面，期待更多的精彩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。